开播书，加力，加嘴。各位学员，各位长官，大家阿曼，大家好。咱好不容易今仔日进入去咱第26期的这个法律建国、法律组织的这个咱的学院的研习会吼，研习营。会当看到咱真侪新的面孔、新的新人来参加，感觉真欢喜、真感谢。咱是安怎爱来参加这个演习营？这个、意义真重大。主要是咱本土台湾人经过60多年来，和中华民国的流亡政府来甲咱殖民统治，来扭曲咱战争末期甲现初时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太平洋战争末期甲现初时的历史拢去互扭曲。扭曲了啊，咱本土台湾人煞怎啊袂记哩家己是虾米人？煞对中华民国流亡政府讲，伊是台湾人，也是中国人，甚至于无认为讲伊是台湾人，讨厌讲台湾话，歹讲咱本土过去所讲的台湾语，也是河洛话，也是客家话，也是这个原住民的话。有的人因为安尼关系，嘛无甲伊的子弟继续来传教这河洛客家。甲原住民的话，所以咱河洛客家甲原住民的话，渐渐会来流失，这是咱台湾民族未来生存的危机。民族要生存，一定要两个足重要的这个因素，这就是人口，这就是文化。咱甲看原住民，咱讲的高山族的。在战后末期，人口120万，经过流亡政府的统治，60多年来，人口煞变成51万，这是足严重的违反着啥？人口论，马萨斯，咱大家拢知影讲马萨斯，英国1830年代足有名的一个牧师啊。以研究人口理论讲，人口的成长是一个几何级数，1变2，2变4，4变8，8变16，是安尼增加呀。按照道理是人口一直增加呀，但是咱原住民对120万，1945年120万，到即摆煞剩51万，不但无增加，而且过来减少。假设是人口成长率是3%，有一个叫做 70 rule， 这个70×3就是23，所以那每23年人口就会加倍，所以到这边来讲，六十六吨，还是讲67吨，来除以三。是将近323吨啊！320多吨的时，是应该是这个倍数啊样啦。第第一遍的23吨，伊都要240万；第二遍的23吨，伊都要480万；第三遍的23吨，伊都要偌济960万呢？那是用3%的款来算的款来算来讲，就是2%来讲啦，伊35吨。35吨都要增加一倍，所以第一遍的35吨，伊是240万，甲即摆过2-3吨，都要偌济啊？都要第二遍的35吨，伊都要将近爱偌济啊？头先讲240万，都要480万呢。按照道理，现初时的原住民人口
无四百八十万，嘛爱有四百万呢。但是那煞剩五十万尔，五十一万尔，这是足严重的违反着咱的人口论的这个论述。哦，就咱台湾本土台湾人来讲，那迄阵六百万，那讲吼，那三趴先的薪，那么是百万变偌济，变千二万，千二万，即摆第一遍的是第一遍的二十三档的薪千二万，第二遍的二十三档就是四十年啦。四十六年啊，应该是偌济啊？2400万，第三遍爱偌济？4800万呢？按照道理，咱嘛差不多爱4800万的人口啊，无呢？哦，好，后来咱讲加减掉这个，咱讲原住民百二万扣掉，咱有480万，480万第一遍变960，第二遍变1920，第三遍嘛爱3840，啊嘛无啊？哦，这表示啥物？咱是被剥削的，因为咱严肃、严重、非常严重的被剥削一个民族啊。所以咱看原住民早期，即几冬因为迄个基督教、长老教会伫即个咱原住民的即个主题区，也是迄个因的部落一直咧传教，所以比较上吼，即个一般的家庭生活较有正常啊。早期30冬前。哦，咱看原住民的生活是会使讲，比咱所讲的这个政治联合较严重，伊是经济联合内底啊，真侪人无法度好好过日子，都爱啥，都爱甲查囝送去都市，互安尼欺负，做奴隶，哦，啊，嫁予老兵，啊，所以当然无法对伊伫伊本来的这个部落内底去生团，啊，足侪人未到50岁，因为物质嘛，趁食困难，啊，就早死，早死，啊，早死的时阵，遐囡仔就足可怜的，到处流浪，啊，所以啊，无多有好的婚姻甲快乐的家庭，所以无多生团主力，所以人口煞变多减少，这是咱看原住民呢。就是咱本土台湾人来讲，咱足感慨。早期来讲，咱嘛看到足济讲老兵吼，咧捡字纸的，吼，咱讲王冠英吼，咧捡一挂字纸，啊咧，将迄个赚的钱来咧升学。这故事伫40年前、30年前流传间呢，迄个时代嘛，要足济讲所谓的流亡难民来个台湾咧过较艰苦的日子。但经过60几年后，即摆流亡难民生活拢非常好，各位若有时间、若有机会去遐看眷村。我最近去信义计划区一个信义的迄个眷区啊，夭寿啊，美轮美奂啊，吼、哦！啊，这要无甲少到呢，上少到就是富人五村、富人六村遐，富人四村过去，伫南京东路尾。富人四村、五村、六村，民生东路跟南京路中间呢，哇、哦，起到偌赞的呢！迄眷村改建起到足好个就对啦。但讲国宅，话讲国宅就已经足好啊呢，吼、哦！啊，结果个，人讲真好个国宅，成功国宅就讲足成功个，讲成功国宅已经非常成功一个案例，吼、哦，盖得非常好。但是你安那盖这里民生东路跟南京东路中间遐。富人四村、五村、六村起起来遐，诶，号称军眷的迄眷村改建以后，迄个足高级、足高级的一个社区，我多比呢，那就更不用讲。咱本土台湾人所住的，会使讲足成功过去，咱咧讲 squatter settlement， 就讲，那像讲伫巴尔的摩诶，迄个意大利的。早期移民区吼，拢山下人咧住诶，吼 ，squatter settlement， 也是讲这里、咱讲澳洲有一款流浪诶民族，一时煞未记咧啥物民族，那种卡门迄个民族，吉普赛人啊，因拢住伫这 squatter settlement， 啊，犹太人嘛，足侪伫这里德国。你家欺负中间进前早期的时候，伫欧洲咧防
咧流浪、咧流浪、咧流、迄流亡中间，伊住的嘛拢 squatter settlement， 那像伫苏联迄，即要变做啥？过去咱讲啊，祖尼巴是流亡政府的流亡难民咧住的，讲难民区呢。六十几年后变成讲啥？因住拢美轮美奂高级主题区，即换咱台湾人住倒位？住郊区，吼、哦，郊区交通无方便的啦，啊，无就是这里公共设施不足的啦，啊，绿地不足的啦，吼、哦，空气歹的所在啦，啊，是淹水的所在啦，变做咱本土台湾人来住迄款呢 ，squatter settlement 安尼。这是完全一个不公不义的社会所造成的。按照道理，咱本土台湾人，咱家己本身有家己的土地，咱的庄稼拢有土地，咱的庄稼拢会当生产来过日子。但是因为伊剥削农业嘛，严重的剥削农业的结果，和咱农村的这个农民的农业生产啊，无法度来提供足够的生活的资源，所以足侪。农村的子弟，都爱足少年的心，都离开故乡，啊来咱都市，吼、哦，早期是台北市，像阮庄来讲，以我迄大迄个庄头，阮庄伊查甫囡仔，吼、哦，比我较侪岁，也是讲比我较少岁，拢来台北咧讲有剃头，拢有剃头，到尾变理发师。啊，那查囡仔呢？小学毕业。啊，就无法度，你做田都无通食，无通好食，无够食，啊，就拢来台北来学啥？学电头装，要变美容师。啊，但真少真少手中真出力拔萃，吼、哦、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这款情形之下，当然算过较即个做一寡服务业的过较安定的生活。啊，嘛有个人像阮咧白日生头，有个人讲啊，我都不爱去学剃头嘛，不爱学电头装，啊，就去创啥？来做乌手啊！啊，乌手我弄伫啦，三零波啦、新庄啦、罗州啦、吼、哦、桃园啦。啊，乌手学的时，就落地生根，就创一个小工厂，安尼咧做咧经营啊。本来这小工厂、小企业，嘛会当过一个安心立命的生活呢。但是咧，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，发生什么代志？变成第一波咱的台商的中国热，台商有一第一波中国热。本来对1984年开始就已经有人偷偷走去中国咧做投资、咧做生意啊。但迄个时阵，拢无加制裁，嘛无加掠来判刑，结果渐渐都较侪人去啊，因为有的人去遐有一撮甜头。然后到1989年的时阵。因为天安门事件，吼、哦，欧美各国拢撤资哦，将资金拢离开中国，结果台商大量入去补伊的这资金不足，替中国来做发展。对1989年第一波的中国热入去了，吼、哦，虽然足侪人失败，我都倒来，但是要陆陆续续，因为啥，咱台湾的这个媒体，伊拢甲咱。讲一寡中国足水美的迄部分，无去讲伊的缺点，所以大量的这个台商啊，像飞蛾扑火一样，一直走去中国咧投资。1994年以后，又是第二波，因为1994年的3月以后啊，就是两会期间啊，每一年的3月这当中，就是伊的人代会加迄个什么委员会咧开会。两会了是忽然呐、啊，伊人民币本来是4块兑1块美金的，煞变作8块兑1块美金，贬值100%。1994年贬值100%的时候，咱伫这个所在，不但咱台币无贬值，台币佫一直升值。到迄个时阵的时候，都假使讲本来是台票啊，伫这个1989年，伫87年以后啊，对40块一直升台到这个90年中间啊，差不多是变作差不多24块5角是上，迄种台币的币值上悬的时阵啊。啊，之后到1990年以后，你台湾的啥房地产就足热的嘛，啊崩盘了，股票崩盘了，所以咱的
台票迄、那个变迄、那个迄、那个开始换开始变大啦，对24.5一直开始变大，渐渐变大，到1994年的时候，差不多是28块、30块这中间。所以同款，你3000万去买100万的美金，本来你若去遐换400万的人民票，要做投资是不利的。但是伊只变大了，伊人民币变大一倍了，哇！啊，咱台票无变大，港纸变无变大，甲一倍嘛，无变变大甲100%。所以迄边变大甲100%先，吼、哦，这边换100万美金，去到迄边换是偌济800万的人民票。所以800万人民票的时，同款的100万美金，伫这所在咱是3000万买的时，你若是去换400万人民票，才400万的价会当使用嘛？就忽然那边变个800万的时，哦，足有利哦！我叫这边3000万换做美金100万，去到那边换800万呢？800万我就会当买枪房、买土地，有诶无咩吧，都去做投资。所以，搁第二遍的中国就过来啊！迄、那个第二遍的中国就足强诶！所以啊，真侪人伫咱台湾，足侪中小企业怎收起来？上中下游迄个生产链怎破的？破的？所以哦，你对小企业去了，哦，伫这里，咱就所谓生产链的时吼，就是讲迄个连锁效果啊，这里叫做 linkage effect， 每个产业都有一个 linkage effect， 哦，最上游的，这是咧做这里，咱的重要零件。过来就是组装诶，过来就是这里，过来就是生产吼，上、哦、基础诶生产这部分吼、哦，要消除的这些中小企业来做诶吼、哦，这部分。啊，你上头诶中间人讲有这个生产链，那是中间一个脱去诶时，脱节诶时哦，其他都拢爱刷刷去啊。哦，结果大量诶这个厂商啊，拢走去中国去，大量的中小企业拢走去中国去，走去中国了啊，咱过去讲会当生存才乌手诶。煞无在生存啊！吼、哦，咱看足济伫三零八，伫五谷泰山，吼、哦，甚至咱伫鼓山，也是讲这个桃园的中立啊，是内力遐，真济啥？你崩啥？崩迄款嘞小钉子诶，还是崩迄个啥物？哦，咱用过迄款嘞，咱工作母机就会当崩出一挂小零件遐。哦，迄个物件到尾拢无多生存啦，本来拢靠伊赚些工钱吼，要他讲维持一个家庭吼，和家己孙去受教育啊。到尾因为伊中上游这个生产链破了，伊嘛无多生存，无多生存，已经人到中年啊。人到中年的时阵，要来转业就真困难啦。因为啥？时代的改变，迄即当阵已经电脑时代来啊，所以人到40-50岁要有电脑。足困难的，足困难的时吼，啊，煞怎啊失业啊？失业，你若无负责，无要紧哦。你要过去讲入职的，有房地产通住，啊，是讲房地产通租人，要租金通收，安尼要可以过日子。或者是讲40-50岁，你的资历已经成长成人啊，吼，哦，长大成人了，有好的收入，会当补贴你的开销。啊，若真正无，假使若无生查甫的，啊，查囡仔嫁予别人，也是讲查甫的。较无多发展，啊，趁食阁有限，要维持家己一个新的小家庭，都已经真困难啊，都无可能阁来帮忙这里两个老的啊，所以就变作足济人，伫1994年以后，就开始进入去真艰难困苦的一日子，吼、哦。啊，另外某一挂人，吼、哦，咧做服务业的，因为这里一挂消费者。咱这台商出去了，就带一挂人出去，渐渐，即摆超过1-2万的台湾本土台湾人，伫中国大陆伫遐咧找头咧做工课，啊，有诶做了失败，毋敢倒来，吼、哦，变成台流了吼、哦，啊，这个情形真多，所以台湾经过咱的消费水准怎啊降低，吼、哦、，GDP 的组成是私人的消费，啊，这人离开了时，你消费经过社会消费水准怎啊降低？足济干麦店生意有够歹，过来大卖场出现，大卖场出现的时，伊的这个大卖场是财团咧开的大卖场，所以伊买物件吼，啥物物件来个内底，啥物物件拢有，而且因为伊大量采购的关系，伊的成本足低，所有的干麦店差不多无多有竞争力啊，无多有竞争力啊，所以吼、哦、过去真
真济干妈店过也袂歹，即摆干妈店差不多安尼，会使讲，哦，零零落落，零零落落，哦，变做讲无多富啊来趁食，所以一直等到当时啊，等到两千年的时阵啊，两千年的时阵，这个情形越来越严重。安尼讲，越来越严重就是讲，两千年进前，讲要立定为一个阶级用人。每一个五千万以上对中国的投资，拢爱投审会审查通过。结果陈水扁讲要怎么样？要这个或者啥，都爱取消这个借钱用人这个限制，无限额，无限伊个对中国投资的这个最高额度，哦。要怕一些所谓大胆西进的啦，就是说要有效管理啦，吼，吼，什么说，到时候忘记你叫做什么名词啦，有八字嘛，有八个字，就是说什么什么东西，然后要有效管理嘛，结果根本就没得有效管理嘛，吼，大胆开放啊，吼，要开放啊，对中国的那个经济要开放，所谓的开放，吼，从经济理论，世界各国无看像咱这款的这糊涂的。所谓理论，经济理论说，所谓开放是大胆开放，是讲我开放我的市场，自由化，何任何国家资金要进来，我拢会当接受。哦，任何国家人才要进来，我会当甲欢迎。哦，资金、人才、技术要来，我拢甲欢迎。迄是开放哦，因为大胆开放的时候。是变成个啥？哦，我是资金开放对中国去的，哦，然后要有效管理，结果没有办法有效管理，因为啥？经济部投审会的人不受他的管制，伊讲我这个物件无爱开放，伊干干那要甲放行，哦，放行。所以吼，我的研究内底啊，发现讲两千年以前，所有对中国的投资。平均一年内底，平均一年，假使讲所有的钱去，甲所有的投资的件数来相处的时阵啊，拢无超过千万的啦，无超过千万的。哦，假使讲去三百件，啊有二十亿，哦，无超过千万的啦。结果啊，两千年以后，哇，对五千万、八千万、一亿、两亿，所以资金外流足快速的。所以两千年以后啊，咱台湾的经济就一直怎啊往走下坡，走下坡，啊，自杀率嘛开始提升，开始提升。所以吼、哦，这本来就伫陈水扁时代，这个惊这个向代中国的这个大大开放了吼、哦，都已经产生咱的结构上，我都衔接上。本来1996年。1996年，李登辉这里用阶级用尽的，已经上万了。老实讲，在1990年的时候，我就甲提出警告，讲你都要控管，你也无控会发生问题。一直拖到1996年，因为咱对中国的迄出入口吼，的比例已经超过某种一个程度，超过20-25%、20%，伊才讲啊来改借机用人。啊，那借机用人对1996年开始，甲2000年才适当尔，啊，适当内底这个效果。渐渐咧显现的时候，啊变啊急情了，就讲大胆开放，不爱有借机用人啊，不爱有借机用人的时候，大量资金出离的时候，啊，迄是真惊人啊。所以哦，甲两千年以后，经过台湾的这里、個、叫做资本形成啊，经过台湾的资本形成叫 capital formation 啊，拢足少的，拢足少的时阵哦，代表讲咱这里台湾的经济体，整个经济体啊。伊生产率或生产能力都开始相对降低，哦，相对降低啊，这还无严重，哦，上严重的就是马英九2008年的时阵啊，比超过啊变的时代，佫要较大量的开放，这就开放足侪商品赴中国的迄个产品入来台湾，啊佫中资大量入来台湾。在李登辉时代，要禁止中资入来，
中资入来当占每一个公司上加是差20%，到尾啊是甲阿扁啊时代国开放甲40%，甲马英九时即摆差不多有的是超过50%，变作伊足济中国的资金来这个所在控制咱的公司啊，这是咱的经济危机，嘛是政治危机，吼、哦。啊好，加塞，就是讲伫真大的政治危机甲迄个经济危机来讲啊，咱吼、哦、本土台湾人开始有一个危机意识出来，开始危机意识出来。头先咱讲。讲的是经济危机，但经济危机吼、哦，有的吼、哦，有的感觉得到好康诶，伊未去对这个问题感觉足严重，但是有的受了伤害，伊就感觉足严重诶吼、哦。经济危机咧真普遍，经济危机普遍到啥物程度？普遍到讲马英九上台了，大量开放，阮就一直批评伊的经济政策，吼、哦，讲台湾的经济一定会大幅衰退，大幅衰退。哦，当然是这是那个唱衰啊，确实嘛是安尼。拄到咱呢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这个案子了，根本咱就是整个的经济怎啊大崩盘嘛，足严重的崩盘。哦，迄对看出讲本来就已经大量对中国开放了，大商资金我顶个伫只报的，2010年，咱去中国投资的超过120亿，但是2013年啊，未见无。2013年啊，到11月已经超过120亿，且是124亿。12月底来讲啊，估计差不多130几亿到40亿啊。哦，啊，一年吼、哦，这个叫做资本外流，叫资金外流，叫英文叫 capital outflow。capital outflow 这严重的时候、哦，咱来看的是讲，这对台湾来讲，变成经济的流血。经济的浪费，哦，那台湾所谓产业升级供给的当下还未成功，产业升级供给的当啊，对1990年讲，李登辉做总统，对1990年讲要产业升级，讲到这阵已经22当啊，产业升级实在是失败，啊，现在失败就是资本形成没有增加 ，capital formation 一直都没有增加。那 capital formation 没有增加的话，代表啥？你的技术停顿在那个地方，技术是 stagnate 在原来的地方，原地踏步。人才呢，更没有真正的增加，因为你资金去中国，哦，技术嘛去啊，人才嘛去啊，结果这个所在完全是被掏空，这就是真严重的所在。啊，较严重的政治的问题就是到2010年。6月29号签 ECFA， 上严重，台湾人终于觉醒，知影讲哦，夭寿啊！大家若不伫这方面无少啊，想要彻底啊，政治上台湾煞去掠去落对顶底沙，水煮青蛙就要成熟了哦。所以吼、哦，足侪人有这个危机感，好、哦，这个、危机感。但是这个危机感发生的时候。我发现咱本土台湾人大多数拢真彷徨，没有方向，拢无方向，无方向，唔知要哪只好。咱就伫这个2011年的春天，车子冬春的时阵，我一届伫彰化坐游览车，甲彰化30-40个只，这个绿营的朋友。要起来台北，啊！因你唱卡拉 OK， 啊，唱的时阵有人点无啥人起来唱，因为我无心情呢。伊讲伊是安那无心情，你过去毋是足爱唱歌的？因为哦，啊，我来想着讲吼，这要签一化吼，吼签一化了吼，啊，台湾就害啊咧。咱台湾后摆咱今日孙去互共产党统治吼。阿摆咱台湾人就死啊咧，啊所以我烦恼袂食袂困的吼，啊唔知要安怎咧，哦，大家人拢甲伊共款，因为啊你咧讲到这個，我嘛无法度去唱歌落啊，吼、哦，啊中央一个讲，问迄个主持者姓陈咧，啊陈老师你唔敢解释一下讲，啊你
安尼恁台湾要安怎？要安怎？大家烦恼到拢未食未困呢。啊，陈老师讲，蔡教授伫遮无，咱请蔡教授讲一下哦。啊，我怎啊起来讲？我请对台中咧一直讲啊台北，就差一点钟啊，讲了大家就满意啊。我讲啥？我免烦恼，免烦恼。啊，有一个林志兴，咱的秘书长哦，哦，讲一个法理论述哦，伊对2006年3月24日就去告美国啊啦，哦，啊告美国吼，告到去年9月4月7日哦，美国法院判讲哦，台湾人无国籍啦吼，台湾人无国籍性的政府啦，中华民国政府不是台湾人的政府啦，哦，啊美国吼。联邦行政单位吼有义务吼，吼替台湾人吼争取伊个基本人权啦，吼啊美国个联邦政府一定爱根据旧金山学业啦，吼啊去做代志啦，类似安尼啦，吼，哦，我讲吼，美国咧互咱靠咧啊，吼，啊我嘛甲讲，我讲，即个即中间我去美国所看个，吼。2010年我就看真济啊，去美国所看啊，佫啥？我嘛甲讲，我讲，你拢唔知哦，我甲你讲哦，2010年的11月底佮12月7日啊，美韩军事演习超16000人啊，12月7日刷落去，佫怎啊？佫美日军事演习涵盖日本海、东海佮菲律宾海，你敢知？唔知，无一个知。电视播出拢无讲啊，讲美国吼派3台航空母舰伫即个所在。演习参日本在要抵制中国啊，要保护台湾啊，安尼哪着未食未困呢？马英九是中国人，伊要甲伊统一回去统一。咱台湾人，咱台湾是台湾，伊中国是中国，中国人去甲中国人统一是合理的啊。伊嘛欢喜，咱嘛欢喜走啊，伊嘛欢喜要走啊。哦，啊，咱嘛欢喜讲因走啊，所以足好个啊，一块签个好啊，哪有啥烦恼？哦，伊听着豁然开朗啦，我欢喜干嘞啦。哦，全拢无烦无恼啊！讲哦，安尼啊，我用会好困啊，用好困啊！啊，各位啊，所以恁大家来听，这是对的。恁未来是恁伫厝甲人谈谈啊，真害呢！这马英九吼，马英九吼，夭寿骨咯，夭寿哦！佮美国佮帮助伊选举啦，迄天我嘛拄着一个人讲，美国拢对咱无好啦，哦，讲我无咧帮助蔡英文，讲伊帮助马英九啦，我帮助马英九啦，看这美国哪遐夭寿啦！我应该啊，伊比帮助马英九是对的啊，因为啥？伊是伊的代理人啊，中华民国、国民党、中华民国是伊带来的，伊的代理人，伊帮助伊统治咱，因为咱是比较娘家，你先讲咱是比较娘家，爱承认这点，啊，咱都有救啊，啊，比较娘家，咱该要求讲，这样这袂使永久占有咱的土地，袂使永久统治咱的人民，伊对这个土地并无主权，咱唔是中华民国国民。哦，你若想到这点，你就豁然开朗啊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办这个演习营哦，就是要甲大家讲遮啦。真正历史伫倒位？1945年10月25日，唔是台湾讲哦，这是军事占领的纪念日，安尼尔尔啦，安尼尔尔。啊，所以对遮看起时，咱若了解遮法理，了解讲伫旧金山学校内底，美国对咱负足大的责任的咧。甲咱保护的责任，甲咱保护的义务，保障咱基本人权的义务，咱会当按照美国宪法来过一个无甲咱保护，啊，恁哪啥烦恼？所以啊，我讲吼，咱得安尼了解遮代志，咱来先讲早晚，中华民国爱离开咱台湾，哪像以色列占有迄个六日战争，1967年有一个六日战争，我记忆足深刻。因为1967年我是读大三啊，大二、大三的时阵啊，哦，大洋哦，独眼龙，我独眼将军，哦，安尼六日战争嘿嘿叫安尼，拍个阿拉伯国家、阿拉伯各国安尼东倒西歪，啊，占领遐土地一大片，但是占领38年啊，占领38年后啊，世界各国讲，哦，你应该离开啊，1967加38偌济年啊。2005年最近的代志啊，2005年啊，伊嘛是偏要帮我来讲，离开迄个所在讲，
还你阿拉伯国家，以色列退兵了。咱这嘛爱甲中华民国讲，你该退兵，你该离开台湾，你已经占台湾六十几年了，超过以色列的占有这个加沙走廊跟其他的这个阿拉伯土地38年，还超出将近30年了。你该滚蛋了。但是咱要做我遮，要叫伊滚蛋，咱安怎？咱毋是咱即几下来觉醒，咱即几下来了解，咱是要全体本土台湾人100%觉醒，了解咱的权利伫倒，咱的基本人权伫倒，咱的要求伫倒，咱安怎做努力，咱安怎团结，像过去咧支持这个阿扁安共款团结起来，首先守护台湾。历史这块的精神，甲提出来，大家拢有了解，大家拢觉醒。咱是足努力的，咱林秘书长的领导之下，咱大家足努力、足拍拼。对2006过美国，2008咱成立台湾民政府，2009伊迄个过最高法院吼嘛宣判讲，顶那的搁置，毋是甲你驳回，那驳回叫做 dismissal。D-I-S-S、哦、Dismissal 嘛 Dismiss 嘛 D-I-S-M-I-S-S-A-L、哦、Deny 跟 Dismissal 是不一样的，希望暂时跟你搁置不审，因为我一年只能够审150件，你各地方送来，这个地方高等法院送来的一年大概1000件或者500件，我没办法每件放心，我选最重要的也当解决嘞，150案来审，安尼尔尔。我是暂时卖甲你审，因为一挂政治问题，你爱解决了，我才甲你审啊。唔是讲 dismissal， 讲哦，你这无理啦，你原告无理，我甲你驳回，你袂使阁讲啊，你点去安尼嘞？这是美国家伫高等法院时，就安那伫最高法院时吼，美国国院已经啥？伊讲无爱阁抗辩啊嘛。放弃抗辩权啊，表示啥？一点起啊嘛，那个电一点起啊嘛，不会讲啊嘛，啊，这真明显啊，咱是胜利的啊。结果你看，报纸媒体拢甲咱讲，有咱华理建国会的诉讼被驳回啊，而且是英文未通的，哦，啊，我特别甲请教迄个咱的何瑞仁何顾问，用啊那些人英文不行啦，那个驳回是 dismissal。这个是 deny， 是搁置而已啊，哦，所以咱来个家听听，咱就知。咱从这个话去，甲咱所有咱的亲戚亲友，甲伊讲，放心，放一摆心，咱有绝对的权力、权益去要求美国保护咱基本人权，要求中华民国袂使阁甲咱剥削，袂使像过去安尼为所欲为。那前天啊，我有一篇短文啊。在自由时报顶，足济咱同心敲电话讲，哦，第一篇啦，吼、哦，足欢喜个，讲第一篇啦。过去吼、哦，自由时报拢歪顶咱个报纸，敢问讲是安怎甲你顶啊？我来判断，我讲吼、哦，伊可能耳吼听讲，即摆吼，美国咧甲咱支持，而且鼎力甲咱支持咱个 TCC， 支持咱台湾民政委主张啊。因那过了个时吼，已经无话讲啊，所以认真咧甲咱支持，咧甲咱赞，伫咱个。后边甲咱 back up 就是甲你，哦，你要倒了，我甲你听咧，互你吼袂倒了安尼啦，哦，互你较勇咧，甲你加持，哦，互你变像不派安尼有力出来。所以讲美国这个表现的时候，哇，注意是不无意，伊记者拢探秘，你知道无？哦，探听这個消息咧，讲，我看是安尼哦，因可能多少知影讲吼，咱真强哦，吼，讲啥呐？一家庭。黑暗卡点来，简洁暗卡点。蔡教授吗？蔡教授吗？你是哪里？我自由时报啊。什么事情啊？你是不是有一篇文章写什么什么什么的？有吗？这两天我没有投稿给你啊。有啊，你上个月投的哦，要写那么久了。我才想起来，我原来上个月我有顶个月2月哦，我有寄一篇出去啊。我才想讲，但2月20左右，到今已经。20几天啊，我都袂记咧。哦，有没有？哦，就是那一篇。我知。因为啊，我们社长夫人哦，因为我们稿件太多了，我
搞见足济吼，啊无追查，啊阮社长夫人哦，去过滤了，讲看到这边，哇，这是足赞的啊，这边足赞，爱个顶爱个顶，哪会使无顶？因为对不起啊，我拢无甲你敲电话，我只要甲你报告，明仔载一定顶出来，一定顶出来，安尼啊，啊就怎啊顶出来呢？哦，啊，所以啊，这是咱民政府拍入去自由社会第一篇。啊，我希望有诶，吼、哦，咱会晓当笔诶，会讲诶，甲你你讲诶话，透过你意思表达，用笔甲写写，就去遐投稿，较常去遐投稿。咱若讲一礼拜有一篇，一礼拜有一篇，一直安尼甲甲即个咱诶主张。甲咱的论述一点一滴来甲讲出来，每篇拢八百字以内，哦，我甲写个七百九十九字。哦，啊，恁若甲控制一下吼，数字嘿，恁的文字吼数量甲控制伫八百字以内吼，啊，言简意赅吼，啊，伊若甲你接受顶出来，啊，咱就会当甲咱的理、咱的论述吼，一点一滴来甲咱的民众和咱的基层来做报告安尼。所以吼，这是真重要的。啊，时间足有限哦，我阁讲两点。咱最近要创啥物？咱最近积极咧推动啥？扩大宣传计划。扩大宣传计划，因为咱感想去年阮中央吼到处去走吼足忝，啊，拢建起吼六七十个、上百个、上济两百个吼、哦、百外个，上真济百外个状况。啊，到处去演讲吼，啊，才招大家来上课安尼吼。嘛足甘心的啦，大家当来上，我嘛足甘心的。听一个演讲落来，台东六七十个来听，差不多百分之九十来上课，香啦！透早起来，拜五透早起来，啊，就坐车，是塞车，无甲车来呢，像咱这四方哦，哇，大家拢对长滨安尼来哦，哇，足甘心的呢，吼、哦，啊，十外个来上课，咱迄当阵去演讲的时候，高铁车七十人听，啊，来超过六十外个人听，九成以上。遐人足甘心的，原住民同款啊，就原住民来呢，吼、哦，无钱嘛就俭，吼、哦，咱家己消费少钱，但伊俭嘛都要真俭才有通来，安尼车钱啦、时间啦，啊，佮交费用，啊来遮上课是足感动的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咱即摆讲讲需要伫基层做宣传，所以咱希望讲会当筹备七台车，总七台车吼、哦，啊来。各所在去咧做宣传，甲咱的法理论述写到两边的这个车的两边吼，会看板大大字甲写落，啊，然后佫放录音大放听，甚至用迄个闭路电视吼、哦，放咱的咧演讲的所在，迄咱演讲讲的遐精彩的片段吼，佮放落来滴，互嘿市啊口的人看，庙口的人看，店口的人看咧吼、哦，这是咱的扩大宣传计划。另外，咱嘛要来办讲员训练。咱扩大宣传计划是基层的讲员对这个车出去，会当甲有民众有问题来甲伊做解说。啊，所以哦，讲员买当讲几分钟的话，还是讲拄着人咧问的时，会当做简单的解说安尼。啊，讲员训练的是后礼拜拜六礼拜两天，吼、哦，简单听一个基本的理论，啊，过来的回应是实际演练，吼、哦，所以希望有出边的拢来参加。啊，这个物件重点就是讲。咱今年这个年度非常重要，就是要用一挂收费，完全咱家己掏腰包，吼、哦，啊，未来大量来做宣传。一即边，咱秘书长出门，参咱何顾问出门的时候，希望讲上少有一场拢五百个人，安尼先哦，五百人，互咱加起来先哦，大家想象一下，讲代表本土台湾人的民进党会安怎？伊就消防啊，那不是爱伊真正消防，咱爱伊真正的角色。伊若全面的角色，因来甲咱三甲做伙来接受咱的训练，吼、哦，一支五十岁，一支五十岁，咱来甲训练，会变作台湾自治建国的尖兵，安尼好无？所以啊，咱希望即天早日达成这个目标，啊，希望各位同心，甲咱这个吼、哦，咱的秘书长。吼、哦，啊，甲咱中央来好啊配合，真感谢大家参与，谢谢，多谢。起立。今日，请坐。